finally, I can take a break from all the lessons and talk shows, and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a bit more fun today, shall we? Yep. Last time, Echo and I talked a little bit about how guys can make a girl's acquaintance, and today, as per request, I thought we should touch on the contrary. On the contrary, meaning how a girl can approach a guy.Exactly. Well, I think that is a topic that's out of my forte, so we need more brain power. That's why we have the honor to invite our very first guest on the talk show. So let's welcome 甘妮表姐。Hello, everybody. 请坐，请坐，请坐。胡椒好，我上次志向太低了。不会，不会，不会。胡椒好，就是英格兰很好。Hello， 我戴表姐。那表姐，你整个人是也散发一种很霸气的气息，你有主动的追过男生吗？我是真的没有主动追过男生，但是我要必须强调，就是都没有主动过，也没有比较好，因为很多时候。是男生主动，所以我觉得他没把我甩了。所以我跟你讲，主动真的没有关系。对啊，我自己是以前会有女孩会来问我说，真的是要怎么去接近一个男生？其实我以前呢，我也会觉得说，你就跟我讲话，我高兴都来不及。嗯，为什么没？我问男生这句话，他们都讲这个答案。他说不会，女生如果这样主动约我，超棒的、啊。我觉得他们在骗。我觉得是骗人的，我觉得骗人。对，因为男生是要看他们到底对这女生有没有对，就是都是这样，都是这样。那样子的话，跟男生去约女生还不是一样？就是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有那个 chemistry 在的话，嗯，那都不然，我去约你，你对我没有意思的话，我永远都是在那个 friend zone 里面。嗯，不会，因为有时候是在那个 dating app 上面，你不知道会不会有意思啊，就只能先看照片。你想 dating app， 哇、哦，这件事，那你们两个人都有用过 dating app？ 有啊，对啊，对啊，我也用过，然后全部干枯，从头到尾这辈子从来没。是因为 vampire 在 dating app 上不能不红吗？我每次都，我真的每次都用一个大浓妆。还是大家以为你是女生呢、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会啊，你上面就会有一个男，他就写男啊。可是有很多他的粉丝就是以为他是女生哎、欸，真、哦、这么可爱，这么可爱，有人在说话长得很可爱，就是长得蛮漂亮的，怎么这种声音？等一下，一个什么不懂这个？怎么会这样？粉丝很可爱，好不好？真的，为什么我在自己的频道还要被吐槽？但是 anyway， 还真的等一下，可是我平常的。你知道在 dating app 上面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只有照片跟一些啊文字，你的文字叙述，那照片就占了非常非常大的比重。一定的啊，都先看照片，要不要 like 或是 dislike 啊？所以像比方说，先回到我们之前那个话题，女生看男生照片的时候，你会怎么看？你觉得会是来电的？我是觉得顺眼啦。但是顺眼是不是很笼统？对，太笼统了。对，笼统的英文是什么？还真是不知道。Too vague 或是 ambiguous 或是 too general。哦，我有时候用 general， too general。最常用的是 vague。It's too vague。对，哎， vague 那个字拼起来跟 vogue 很像，对，就把它写成像 vogue 那个字就对了，很像 vogue。就是顺眼啊，那好，我绝对不会挑过于帅，因为那很不会，因为很容易是盗图。他很容易是盗图，对，感觉就是诈骗。他长那么帅，用什么 dating app 啊？对啊，所以通常就是不会挑过帅。我都会选，我其实主要比较看叙述文字，就是如果他讲的东西蛮好笑的之类的，所以要好笑就对了。好笑加分，加分，好笑加分、啊。我都在下面写，我的文字叙述是我热爱莎士比亚这样子，很难聊。他比较太难，我们一般人不懂。Seriously， 我可能是读的是哈利波特，你知道吗？OK， 我可能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但是您刚刚说不会挑特别帅，那这样就让我想到，男女其实在这个地方好像也是蛮平等。男生其实大部分，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男生其实喜欢看起来自然自然的女生。有吗？我觉得男生都喜欢很漂亮的女生啊，就是以前校花不是很多人追吗？
但是校花是不是都不是那种妆很浓，就是打扮的？他们是走清新路线，对对，台湾是要走清新路线。稍微岔开一下话题，其实你们刚刚说妆很浓，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there are actually a lot of people very curious about 大家都很好奇，就是老外看女生，嗯，然后我们就不要讲说老外看东方女生就好，老外女生就好，嗯，好像。老外的笑话，像比方说，我们说我们看那种青春爱那个校园电影啊，干嘛的话，嗯、他们的笑话的妆都神浓的。嗯，对，比较那个就 Regina，、啊、对对对，就那个辣妹过招里面的那种啊。对，我刚 Mean Girls， 我刚想到的是小甜甜布兰妮，当初刚出道的。对啊，哦，对，也是啊，他是他那时候打出来的那个形象，就是大家都说他的宣传 slogan 就是清纯可爱，然后我就看说。嗯这个妆浓的根本真的泼脑，对，就完全不一样，东西方不一样、啊、所以东方人其实喜欢的，我觉得东方男生清一色大部分是压倒性喜欢清淡的妆，大概是这样。那样子，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社群网站上面，这个我真的不会聊天。哎呦，马上被吐槽了，自己来，自己战争，自己战争。我跟他刚认识的时候呢 ，Echo 跟我说，他对第一次约会定义啊，就是一定要可以聊十个小时，也太久了吧？对不对？我真是吓死。世界上哪有人可以直接聊十小时？但是我跟你讲，他哦，真的，我们真的聊超过十个小时。不是。如果没有办法第一次约会还有新鲜感的时候就聊十个小时以上，那表示以后已经没有话讲，就惨。那你不会在第，那你不会就很快前面把男生交代完吗？我也是这样讲，我也是这样讲，但是他话很多、啊，哦，所以你们第一次约会真的聊十小时，真的。哇、哦，天哪！那其实我很轻松啊，因为他就一直讲，我就是在旁边听课。就、他就是你上课的姿态，上课的姿态是莎士比亚吗？哎、欸，好像有聊到，叫你能，叫你能。成功太厉害了，所以其实你说到底要有要讲什么话、嗯，我反而是真的觉得，其实到后来还是第一印象。那虽然说讲起来很肤浅，但是第一印象在哪里？一定是外表。嗯，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女生跟男生出去就是 first Tinder date 或是 dating app date 的时候、嗯，我觉得只要是人啊，就是都喜欢被聆听。所以我觉得给女生最最大的那个准则就是。多聆听对方讲话，就像你一样、oh. 对，多聆听对方，但不是变成就是很像在那叫什么靠问对方的什么，就是哦，你有谁的兄弟姐妹啊？不是这种，不是这种，是根据他的兴趣，或是去延伸出别的话题这样。嗯、mm. ，对，不是问他说什么啊、你做什么工作啊？你兄弟姐妹啊？你收入多少啊？什么你未来展望？这很像面试，不是？对，是多聆听。用一些技巧把他问出来，这样之类的。但是其实，在当然了，这所有的东西之前，一开始看的顺眼还是蛮重要的。对对，没错。对，反正不管你第一次去约会，不管是不是在交人上面认识的，然后反正你没有见过面之前嘛，其实我们约会最害怕遇到就是照片，然后是骗人的骗。哦，对。对，照片骗人骗，就是。体重是第一，尤其多少人在上面放的照片是他瘦二十公斤的，就以前比现在瘦二十公斤的时候，然后出来短裤搭这样，或是那个照片都在这里，然后反正你用那个美图秀就可以把它推，对啊，都推到那个超尖的。但是我觉得，所以除了刚刚我说的那个如何让男生愿意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如何就是有下一次。就是有一个第二次约会的话，再来就是我们人呢，就是要跟照片尽量不要落差。哇塞，那样子你修图就不能开太大，对，你在拍那个照片，你的 profile picture 的时候，你的妆也不能画太浓，对，然后照片也不能用大概超过半年以上的，对，没有，真的没有，不是，是我朋友，他就是跟一个男的约出去，然后在西门町捷运站，怎么看到我这男的怎么跟比照片大概胖了那二十公斤，然后后来他回来就给我们看，就看他那个档案的照片，他那张档案照片真的是蛮帅的，后来他后面有一张约定，我们就放大看。哇靠！那个约定是十年前，你知道吗？他放十年前照片，我这故事是真的，对，是真的，所以要放。我觉得道上行那个行规就半年内啊。这个真的，男生跟女生都很像，因为我们男生自己也常常会讲说，哦，我们先远远看啊，那看到不对头，然后先跑掉。哇，你们真的很过分，我们都还是硬着头皮
硬着头皮结束。对啊，礼貌性的要对硬着头皮，就硬着头皮会结束这样子。那我来帮女生们发问，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们的打扮啊，或者是外表，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以男生的角度，你会最在意他什么？当然我是很想要讲正不正就对了，但是说真的，直男以直男来说的话，基本上我相信全世界的那个文化其实都差不多。虽然说可能我在英国的时候也有很多男生会真的很喜欢那种哥德妹，加拿大会有人这样喜欢吗？不会啊，加拿大跟哥德这样子很远。加拿大大家都是你知道很 friendly 很开心，阳光阳光，不喜欢那种看起来随时会去自杀的人，就是他们很重，烟熏很重。而且我跟你说，自从你教他怎么化妆之后，他的妆容因为整体干净了非常多，就是大受好评。在那之前，我每次都跟他说你的妆好脏，他都不理我，他就听你的话。真的吗？真的大受好评吗？大受好评的耶，恭喜！那天跟你录完节目之后回家被骂了一顿，因为他一直念我说，我跟你讲那么久，你都不听，你在听表情。没有，就跟我妈一样，我妈也是啊，我妈就是说，我叫他打第三剂，死不打，死不打，不打就不打。邻居说，我跟你讲，还是要打第三剂啊。哎，那个，你要帮我预约一下第三剂哦，就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当大家的那个邻居啊。对，没错。那我们脸要怎么样干净呢？讲到干净，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那个白这件事情。但是说到白这件事情，我真的很困扰，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敏感肌，然后医生都会建议说不要使用任何的美白产品，因为会刺激，所以我从头到尾都不敢用所有什么标榜会美白啊，或是什么透亮啊这些。表姐有什么建议给我用敏感肌吗？又要我拯救你们了吗？又是我，上次救你的妆容，再上次救敏感肌，怎么变白？好，让我来推荐你一个，就是敏感肌也能用，就是美白圣品， wow. 就是我的挚爱切尔氏的淡斑精华。对，又是我，你看我切尔氏淡斑精华就是我，永远都会有我。这个就是连就是敏感肌都能用的美白圣品，我跟你讲，它是我人生当中目前真的心中 top one 的就是美白圣品。对，然后我跟你讲，如果你就它当然可以整脸使用，你的脸呢真的就是会被抛光一样。但是我会建议你，一定就是你第一天的时候，你一定要自拍一张，对，因为你要做记录。然后因为你有时候你天天看镜子，你就看不出来。然后你在可能在28天的时候或一个月的时候，你再拍一张，你会发现天哪，我怎么裂开吸血鬼了？怎么变 echo 了？但是呢，我想注意哦，就是你的脸啊跟脖子一定要一起擦，不然你这个脸变很白，然后你脖子就有色差，因为脖子还是黑的嘛，就变成像他这样子，你知道吗？就常被说的就是，你知道脸很白，但脖子很黑。怎样？对。对，就是平常就淡斑精华用太多，是不是？为什么脸那么白？可能是因为粉就多。对，粉怎么都要正，然后这边没涂。可以不要这么省吗？对，所以我要建议你一定要这样子。然后我跟你讲，它淡斑精华那个斑呢，我要解释一下，我也不说谎，就是你自己长出来的晒斑或是干斑是没有用的，它这个斑呢是你外力造成的，譬如说你长了一个痘痘，那留下来一个暗沉的痘疤。对，然后你那个痘疤呢，你只要就是剪一小块，就是卸妆化妆棉，你用湿敷，我跟你讲超快淡。平常要是我真的没有这样子去湿敷它的话，我可能要拖个大概5-6个月，它才慢慢淡掉。但是用了它之后，我自己做了亲自实验，我说28天我就淡了2阶，然后你再继续用，大概再用一个半月的时候，我个人那个痘疤就完全淡掉。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它里面有个那个成分叫做激光火蓝丝，这是皮肤科医生在临床上对是治疗黑色素的这个成分。然后它白天也可以用，所以你看它在透明的罐子里面。那我没有听过白天可以用的美白产品。对，它真的很厉害，而且你们用它真的是非常的清爽。然后来分你。我跟你说哦，就是一般美白产品都怎么样，很干，但是呢，它居然有轻微的保湿，而且它里面呢还加了就是莱雅集团专利的抗老成分是普拉斯链，所以它不止就是让你美白，它还有一点点抗老的作用，而且它还没有就是一般美白产品会有我觉得比较刺激的味道，感觉起来很它真的很温和，就是你是皮肤敏感的人也可以用的美白产品就是它了，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还有轻微的保湿。等一下，我要有一个，是我要假装我专业，所以它的好不好吸收？它
它很好吸收啊，你放上去之后，你这样过一下它就会完全不见了。它其实感觉很像就是精华液。你忘了，你就是天天使用，你就会变得跟 Echo 一样哦，就变成 Vampire， 你就可以加入这个 Vampire Family 了。真的，真的可以徒手吗？可以徒手，只要你够有钱的话。对 ，as long as you are rich， 你就可以徒手。但其实他身上任何，像我常常跳舞，就是会有膝盖暗沉，这些都是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只是你就是会觉得比较心疼，就趁打折的时候买会比较好。我必须老实说，对，就擦脸。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疑问，所以因为常常听到淡斑这件事情，但是是。我还以为是说啊、比方说有人晒了太阳之后，然后就长出黑斑，然后它就淡掉了。没有，但是它是你晒了太阳，整脸变黑的时候，你擦它，你真的会被抛光，变回你原本的那个白度。但是你长出来斑，我抱歉，没有办法，我不说谎的。对，这个斑是你外力造成，譬如说你身上如果被划到。一个伤口，对，然后那个黑色素那个可以淡掉，或是你长了痘痘之后，痘痘消了，然后留一块斑在这边，那是色素斑，对，那个可以消掉，绝对 OK。但你要长期认真的使用它，然后你就越擦它，你的脸就会越抛光，因为它里面有一点点的水杨酸，然后脸会变更弹亮。Vampire 这一罐就是 Vampire 的精华。Vampire 的精华，你需要擦起来，你的脖子，所以你的 neck， 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大家所谓的 immortality。什么是 immortality？ 就是长生不老的那种感觉。哦，对，这一关就是那个长生不老之药。所以这就是啊、哦，所以这是等一下，牌子我认识 ，Kills。当然啦，鼎鼎大名哎、欸，美超过对呀、啊，鼎鼎大名的美国纽约的牌子哎、欸，就是那个每次我经过都会有一个骷髅在里面，对，就是很适合你啊，很适合你、欸，对，而且你现在哎、欸，你现在脖子一插起来，你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就是没有色差的吸血鬼，但是他还你现在是对，那你就要全部都要擦一擦，对，你就要花很多钱，因为我还会出去骑脚踏车干嘛手啊，对你这样你现在是半吊子的分牌，半、啊、对，你要变成真正的分牌，你全部都要摆起来，是穿着膝上袜的分牌，对。50后，那我要去问问看有没有50后。对，你要买起来，团购起来。那我觉得直接请表姐现在现场帮你示范一下，就顺便教大家。对呀、啊，拯救你的色差。卸妆。为什么我每次遇到表姐都是要素颜的状态？镜头前面卸妆吗？对，卸吧。好，那我就开始卸妆了。哎呦，每次见到你都要素颜嘞！现在是不是 vampire？ 现在不是，现在就是个路人。这样就是刚刚说照片也没有用的时候，而且连妆都要卸掉的时候。对呀、啊，所以我们人最好还是跟照片接近一点会比较好。真的。对，不然就会被对方退货。对，退货的英文是asking for refund。哦，这个不要哎、欸，如果被退货很难过哎、欸，真的耶。对呀、啊，好，首先第一个步骤我会建议你用他们，不是直接用的，没有哎、欸，第一个步骤先用他们家的化妆水，是他们家鼎鼎大名的金盏花化妆水。化妆水，对，它非常的镇定跟就是消敏感都很棒。然后再来呢，第二个你就可以用刚刚这个你的 Vampire 的精华，用了会变成 Vampire。看它怎么上。好，男生就是这样子。你现在很假，你平常在家根本不是这样，他平常超粗鲁，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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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他真的是狂魔。哇！没有看过直男保养吗？直男可保养，已经谢天谢地了。平常都只看过歪的，现在没有看过直男。所以这个是你直接滴在脸上还是？对，你放在手上也可以，这样应该够了吧？哇！一次是半管吗？看个人脸的大小，像你可能半管，他可能要两管，对，他可能两管，我三管，对，我三管，对。因为你刚刚的量刚好够我只有一种。对啊，我再补两管给你，应该够吧？因为他很清爽，表姐刚刚说要记得擦到脖子啊。对啊，你要擦到脖子。这样吗？这样。对，不然你会有色差啊，就跟你对啊，就跟你假的跟牌。好，再来呢，他们家鼎鼎大名的冰核糖蛋白保湿霜、啊。这个我知道，这个当然啦、啊，怎么会不知道？我也有用过，敏感肌非常适合。对，敏感肌非常非常适合，然后里面冰核糖蛋白呢是一个很好的保湿圣品，是真的从南极提取来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步骤，让你变成 vampire。你就变成脖子，对，脖子不要忘记 ，yes， 就是这样，很好。你现在擦起来脸好亮。对呀、啊。
棒，而且这样会油水更平衡，然后皮肤更亮，就朝向你的吸血鬼之路，更吸血鬼。其实真的，你知道梦想都会是，如果能够不用化什么妆，然后看起来就很棒。对，这是大家的梦想，每个都是。哎，你要先做一个那个前后比照。啊，就是刚就是第一天擦完之后的样子，然后我们回去测试一下，看看几天后有没有明显的效果。好哦，等你回去测试，希望呢，之后见到你的时候，你变成一个没有色差的 vampire。没有色差，买起来5000公升，5000公升，以前的那个。那种埃及二怎么会用牛奶洗澡？我可以对，灌在你。你可能就要上课，就是一天20小时在上课，就上到老，上到老这样太闷。Immortal。Yes。好了，那今天，就非常非常谢谢表姐来啊、跟我们分享，从大方向的女孩们谈吐啦、讲话啦，到我们啊、到如何，到最后就是毛从内而外。你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当然就是非常非常勇敢，都不会死的那种感觉。好了，那我们今天谢谢大家，It's been some time since Danny Biao's recommendation. I'm still doubtful. Is this solution so magical? You doubted me, and now you're doubting her.No, of course not. So sorry. Alright, so first you soak the cotton pad with the toner, like so, and just put it all over your face.那你贴鼻子。好 ，just leave it here for 5 to 10 minutes. 10 minutes, please remind me again why we are doing this. Well, using a toner mask can keep your skin moisturized, reduce redness, and ease any irritation. Okay. A few minutes later. What now?Okay, so after the toner mask, just gently tap your face to let your skin absorb the rest of the toner, and then just apply the solution. The dark spot solution. Yes, and remember to cover your neck as well. Do you need more? Yeah, I need more. Yeah, of course, I have a comparatively bigger face.And this moisturizer? Yes. Only 3 steps to getting the perfect skin. I'm feeling good. Your face is glowing. I think a side by side with your photo taken 10 days ago is due.Oh. Let me take a photo. Show your neck. Yes, your neck is finally catching up with your face. Okay. But there, how are you feeling? Actually, I've been trying the dark spot solution on my left knee.I think it's really working, and now we can really relax about the being honest part. But I do have a final question. As we are going to run out of these precious samples very soon, do you think Kiehl's is going to give us any discount or something? Yes, of course. 现在呢，就是买这个50ml的淡斑精华，配上50ml的冰核糖蛋白保湿霜呢，他们就会赠送3个4ml的淡斑精华。我把它全部摆出来好了。然后呢，另外还有3个7ml的保湿霜。
Oh yeah, I remember. And since we needed to do this toner masking thing, 如果你买这种250ml 的金盏花植物精华化妆水的话，当然 of course 这个我们的主角50ml 的这个淡斑精华组合的话，会送一样三个这个4ml 的淡斑精华跟三个40ml 的美白肌凝水 ，so that we can finally achieve the dream of being a vampire.Without putting on makeup. That's a dream, isn't it? Sure. It's not a dream. It is a dream.